终于看到江哥直播了，对啦，也好久没有直播了。哦，车库门会打开、欸。哇，这个角度感觉好厉害哦。然后这个刹车有加吗？感觉没有加哎、欸，一点点而已啊，才加一点点。Oh God！ 对，他刚才是用这个耐用型保险杆。主色调防滚架，这有比较好用吗？我看看，这个好像比较厉害。主色调这个看起来比较宽大一点，对，所以现在是加速第四格而已。这个是在旁边的，好爽！哎，说我没办法用吗？它是纤维的，微皮消除式大型隔孔型水箱护罩，一定要这么长吗？这个？OK 啊，反正它的威皮的字样在前面啊，是啊，有空的啊，不要啦，不要老空。这好难选择哦。哎，半喷漆条纹。是喷漆刮痕，哇！原子赞助，哇！哦，这看起来厉害，黑色老鹰迷彩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所以，我觉得它应该要配比较暗色系的颜色，因为它的喷漆比较暗一点。深绿色试试看，或者是什么亮蓝色，亮蓝色不好看。所以你看看哦，它如果配金属色嘞，银色的，银色，银色好了。啊，这个没有解锁。好吧，我们这个也没有解锁。知道，我们用那个副色调把它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也、欸、不错哦，这个 OK 啊，隔合金的。啊、这为什么要解锁吗？这个太令我失望了。好吧，我们最基本的颜色是黑色，哇，黑色也 OK 啊，黑色、灰色，这是哪里有呢？哎，为什么没有？难道被涂装盖过去啊？我知道，应该是碳纤维的地方盖过去啊。算了，这个就没了。如果在这里，碳纤机顶，造起来，这样可以站人吗？我觉得应该站不上去吧。对啊，这车好帅哦，买车车哦，连命都不要了，所以才说疯狂。
哇，这加速满了。其他我不改啊，其他就差不多自己改吧。这样是什么？这是全黑的。好，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这台车下雨天开会怎么样？哎，有人跟我一样哎，人家出来了吗？这个。来，上来，上来。哎。这么厉害，跟我选一样的车子，哎呦，兄弟车的这个，有警察来了是吗？这应该，这应该不是冰棒啊！滑喽！哇，被撞！是，为什么被撞了？哦呦，开射，开射！